从我记事起，耳边总会传来一个声音，告诉我，拥有异瞳的占卜者，不仅会打败这世上最坏的运气，还能拯救被困百年的灵魂。而我，在这座充满诅咒的围城中，静静等待着那个人，赐予我自由。沈家别墅，一个充满诅咒的地方，据说祖上三代都厄运缠身。你说巧不巧，这一任的屋主正好是第三代，天生运气极差，为了不让这诅咒传播出去，他家人还做过法。他成功了吗？一场车祸，爹妈都死了。这场意外也让屋主成为了最后一任被诅咒者。传闻每天下午的两点，沈家都会响起诡异的钟声，当钟声越来越响时，预示着死期将至。那个是我请来联动的探灵队长阿肥，这怎么直播预告片还没拍，人就跑了？你请的人是管兔子借的胆吧？跑得这么快？这个阿肥真的是食言而肥，太讨厌了。哎，我们还是赶紧检查一下电闸吧，总不能摸黑开店啊。嗯，我们才一月没交房租，总不至于水电都断了吧？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地方了，真的是太影响做生意了。行，让你们的猫按个爪印。接下来，占卜要开始了。你们的猫告诉我，家里出现了背叛者。你看我干嘛呀？他说背叛我就背叛，他说我是女的我还是女的呀？那你说，你手机里那些付款短信是怎么回事？一个月前你买的永生画你送给谁了？依云，你这叫不可理喻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解释，我不想说，我现在要走，可以吗？我不可理喻，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根本就没有事。你觉得我有事？我有什么事？你说我怎么说？我说你就是老鬼，我没别在我们店里吵架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别走，陆凡。陆凡，知道我为什么不开爱情占卜了吧？我也没想到杀伤力这么大呀。等
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还开着直播呢？啊！屋檐，他真的是我要找的人吗？猫爪咖啡贩卖订单啊，让你亲自去送来。亲自？啊，有什么特殊备注吗？要穿女巫装。女巫装？不去。普通制服加价100，特殊制服加价200，女巫装加价300。多少钱都不去。沈总的要求，说这样猫不淘气，各位看着也舒服。小沈总还说什么了？以后每季度的高层会议都由班带了，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喵。如果不能正确履行 CEO 的职能，那就让位。小沈总也说了，能者居之，他非常赞同。沈州到底在哪儿？我再给你最后3秒钟，再不出现我可就不等了。3、2、1，打道回府。又到还款日了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再等你10分钟，10分钟之内再不出现立马走人，绝不为五斗米折腰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就是猫先生？这种细状物容易致敏，所以我比较在意。刚才没看到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没事儿。给。你们的服务包满意吗？那当然。我只喝手冲咖啡。是你叫的沈凤吗，靓女？对。来，好，谢谢啊。那好，谢啦。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顾客就是上帝嘛。刚做好的，尝尝吧。太酸了。给。太苦了。好。嗯。还是不够。先生，您不觉得您事儿有点多吗？我付钱，你负责，这很公平。我看你是在这儿没事找事儿吧？我这些成本加起来可快300块了。那就是还有的赚了。
或许我再补个差评，钻石会员的杀伤力应该还不错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，遇到你这种人，伺候的。再见，不是，再也不见。沈总还在公司不肯走，非要你今天给个说法。是沈副总。是。罗外已经第二天了，任命文件正式生效。你回去公司告诉我二叔，这次是我重金请来的 CEO， 比我们能力都强，能者居上。是。对了，你介绍的那家猫咖店实力不够，该清退了。华城那边的商业楼是不对外招收小型商户的，那家店能开在那儿，是谁准许的？沈总，您都一年不管公司了，这点小事还能记得？谁让我有个贤惠的小助理呢？是。我二叔那边怎么样了？好得很，回国之前刚做了热玛吉，开会的时候还整了杯小红酒，气色一绝。每年的今天，没有谁能比他更高兴的了。今天是钱总裁和夫人的忌日。破生意啊！喂，你还好意思打电话过来？你看你接的什么破烂单子？爷爷，你先听我说，我收到了租赁中心给我们的退租通知，说是因为我们一个月没交租金了，让我们一周之内就搬走。我现在收拾了行李，先回老家筹点钱。现在这段时间，店面就交给你来打理了。啊？你说真的？行。别担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天大的事儿，咱俩一块儿扛。好，爷爷，我还在店门口捡到了一个包裹，等你回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姐妹，一辈子。吃的吗？这就是我占卜成功的秘诀，因为我能听懂猫的心声。猫猫，吃饭喽，多吃点。咪咪，你怎么把斑抱来了？他来了以后，赶走了好多猫呢。原来他叫斑，还赶走了你们的人，才不小心掉到箱子里的。那就不是被主人遗弃的喽。回家。谁让你路痴还健忘啊？连主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啊？有只家猫刚才溜出来跟我们玩，说老班身上的香味是一家宠物店专用的 SPA 洗浴液，本城只有一家专用，刚好这家的猫丢了。这么大派头，哪家啊？沈州，城中独霸。不去。有钱。沈州，24岁，本是明星企业沈氏集团的现任总裁，头脑才华一样不缺，相传沈家为了聚财，曾犯下大恶，报应3代子孙。沈周正是第3代，凡是与之亲近者，霉运缠身。原来你是沈家的猫，
难怪谁招惹谁倒霉。不过你那主人真的像传闻中说的那么不祥吗？这么有钱，连灯都舍不得开，感觉我路费都赚不回来了。吴小姐，沈总等你很久了，请。是你呀、啊，还真是不巧，算我倒霉。猫，还你，再见。你把猫送回来，赏金也不想要吗？不要。手机到账10000元。还有一半赏金。巫小姐确定也不想要吗？进。沈总，坐。请问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是他自己跑到我店门口的，还把附近流浪猫都给揍了一顿。是吗？嗯。我们刚见面，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能煮出那么难喝的咖啡，我自然要知道这家店请的人叫什么。互相伤害是吧？恕不奉陪。尝尝吧，怕可以不喝。喝完记得付剩下的10000块。居然这么好喝。我倒是要问问吴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偷走我家猫？我千里迢迢来绑架一只大胖猫，你在逗我吗？再说你家藏在连外卖都找不到的地方，我怎么偷？虽然上午我们是闹了一次矛盾，但就算要绑架你家猫威胁你，我也不至于真人出镜吧。从我家到你的猫咖路程很远，车程都要1个小时。请问班是怎么主动找到你的？还有猫咖最大的股东也就是你的合伙人，至今3次未及时缴纳房租，而这个月至今未缴。现在的你很缺钱。照你这么说，全中国90%的人都缺钱，我们集体打劫银行吗？班是猫里少有的方向感差，天生的路痴嘛，所以是他求我带他过来的。求你帮忙？靠猫打占卜吗？对啊，他们都很愿意跟我说话的。我听说有一款猫语 APP， 可以专门翻译猫狗们的叫声，你就是靠这个坑蒙拐骗专门忽悠客户的吧？古埃及法门的占卜师。你后背所塞蝴蝶骨控制。你脱衣服。你家猫跟我说你右肩背上有一颗痣，你不脱我怎么求证啊？假艺术家脸盲症。还有
你这个房间里放了这么多唱片，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古典音乐。大学期间经常一个人偷偷练 rap， 但是唱得太难听，连猫都听不下去。这些纯粹是为了忽悠你父母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个脸盲，之所以在女孩面前都是高冷面瘫，是因为你根本分不清他们是谁。哦，唯一有一个你能认清脸的是一个女明星，你微博大号还是人家死忠粉。那女明星是那个那手机到账10000元。我为之前的唐突向吴小姐道歉，这次的事到此为止。小胖猫，我要走喽，你以后不能再离家出走了，听到没？你手镯上的蓝银花很有特点吗？吴小姐，我再跟你做个交易，比送猫回来还要高的报酬。什么交易啊？来你7天时间，这7天之内你只属于我。再为我梳一次辫子吧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从零开始。给我1年时间，1年之后我就回来找你。誓言也脱掉了。